来，我们来欢迎显贤。来来来，开始分享。你也在叫很像。龙门可鲁啊，地标子，马仔拎刀，我都卖挂链，非常夸张。也，我比你们还紧张啊，真的啦。哦，不紧张，改天我邀请你们上来，看你们紧不紧张啊、哦，好不好？来，今天多喝，欢乐周末，安源也是欢乐周末。前面好几天刚好都有一些事情哦，安公哎，做这不一定是在预期之内。今天真的贤贤也播了很播开很多那个代志哦，阿来家跟他的粉丝跟他的想铁粉阿喜认同他的人见面哦，阿来跟大家聊聊 ，hello 一下好不好？好、哦，来我现在来用邀请的啦哈，阿麦叫一下，因为我坏准备加袂入来，他真的走不进来呢，他到现在还在深呼吸呢，哦，我来给他带入来，好、啊，真正歹呀，来等一下。等一下，点兵点将送这个爱的小手，这鸡蛋上河林，包鬼，来，我们来欢迎显贤。坐，这样看好啊，来，开始分享。啊，来，先分享下去。庄总好搞笑。坦白讲，我不搞笑哈、哦，我比你们还紧张呢，真的，我比你们还紧张呢，啊、哦，来，稍等呢，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让他开口吗？啊、哦，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让他开口吗？我要先看大家打一波祝福语，好不好？先刷一整排，没用刷，他用打的，哈、哦，刷一整波祝福语言，啊、哦，安来好贤贤，好不好？哦，记得安管工。按道理讲，也蛮优秀的年轻人啦、啊、哈、哦。我们刷一排啊、哦，来开始刷。我要看你们刷的祝福语够不够诚意哦，够诚意，我才开始来访问他，好不好？哦，够诚意，我才来开始访问他。来，记得还没有分享的人，要赶快分享，因为给显贤来我做翻译，所以我今天会叫做送很大，哦，送更大。哦、我今天会叫送更大、哦、会送到你心坎里，真的，我今天一定会东西送到你心坎里，好不好、哦、因为我今天放有贤贤来，坦白讲我真的很开心、哦、啊，嘛完成线上很多支持贤贤、哦、爱护贤贤的人、哦、啊，给他这样说有机会在直播上再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哦、刷一整排哦，来，贤贤你有手机了吗？我那个，刚好要看，对啊，这位看得到，这位看，哈哈，这位看感情较袂散，对啦，哦，来，先刷完了没？九千哦，我先要看一些祝福语哦，啊、哦，九千，啊、哦，刷完后，我来帮你们做访问，啊、哦，还是你们有什么话题想了解的？等一下我会来请他来一帮各位做回答，好不好？啊、哦，好多。欸、我看到，竟然还有很多人要分享呢，快点，还没分享的赶快去分享，找我这台，只要我分享都送很大，分享一次抽不到，分享五次还抽不到，分享十次看我十道，还有没有跳过我分享你的，直接私讯粉丝团，我就直接送、哦、这是我的个性，因为你看十天了，还有没有跳过分享你，我觉得你的运气比别人好、哦、你的运气比别人好，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交朋友，好不好、哦、来分享，来我来看我上面留言吧、哦、大家都是爱你啊，今天大家一爱显贤就没有人爱我了，哎呀、欸，所以我说、哦、这不是我们这些老人的时代了，好来，谢谢大家、哦哦、我其实能够我没直播，我其实会紧张的，哎呀，我看他躺在底下紧张到一直在，我說先生怎麼說他衛生壓起來、哦、一直頭二十條有胃藥不能再吃胃藥牛樟芝因為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哦、見面待會牛樟芝對吃好不好、哦、牛樟芝他本身對胃也不錯、哦、來我們來聊一下先生好不好，想不想了解、哎、對我連我都好奇，因為自從我上來當直播主的時候，我说真的啦，我才体会他们做直播组的人真是不是人做的，主天嘛，哦，真的不是人做的。我跟大家讲啦，
你看哦，我轻松这样播，播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我回去又要看两个半小时的重播。每一天要思考，哎，安家的家庭安的一些会员啊，粉丝，我们怎么去做让它更精彩？那怎么做让它每一个人的福利权利都过得掉？哦，大家在想过天明仔的话题，要做的活动，什么什么拢一起去做。所以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才知道，做直播主真的不是人做的。所以我时常讲的，任何行业都一样，站在平台前，看台安看到是风光的一面。不知道私底下的辛苦，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跟大家讲，我不能再直播，我一直在直播下去，我很多公事没办法做，我一般都做公司的整个决策权，哦，经营策略方式很多速度会减慢，哦，速度会减慢，而且这个平台安个老吼，哎，真的愿意想打拼的人，愿意想做的人，有积极心的啦，我们都绝对挺他，这样好不好？好，哦，来。我最想了解的一点，啊，因为当我上来做直播，我才了解直播不是人做的。贤贤，为什么你较早是要做直播？因为其实我做直播算是一个很巧妙，因为青头都做直播，大家我把之前甲商店听讲，嗯，其实青头做直播是温某先做的啊，哎，小竹先做，哎，温某先啊，真的啊，啊，我算伫哦，算伫边啊做小帮手。啊！你较早是小帮手，真的啦，真正假啦？你这周边做小帮手，无菜两味啊！都青头是安尼啦，都青头是安尼嘿。啊，买手转身讲，哎，也无甲你哦，帮你分担一寡有诶无，啥？啊，毋则想讲家己落来做安尼。哦哦哦哦，啊，头前是先家己开吗？对，家己开啊，自己开自己。啊，开的成效怎样？哦，人够侪呢。啊，真正假啊？二三十人诶呢。哇！二三十人，你啊看庙较济，我甲两个人尔，舍不得姐甲哥哥。对啦。哦，我开直播就只有两个人在看，你二三十个人，二三十个，哦，哎，啊是啥物机缘？为虾米有法度安哥讲会下来跟那个任哥，哦，是咪对耳直播咧？因为青头，因为我算是单亲家庭大汉的囡仔。哦，你是单亲家庭。是啊，我是基本上我是阿妈带大汉。嗯哼哼哼。啊，买手伫我求学过程当中就对了，我跟他。国豪啊，我国小三年级啊，嗯，一年级、二年级读惠东，哎，啊，三年级、四年级读中华乡母啊，哎，啊，五年级、六年级佮转当个中华，哦，哎，啊，国一的时阵读惠东嘛，哎，啊，国二的时阵出了一挂代志。先生，声音可能较大声点，而且镜头拉到前面一点，好，哦，镜头又较头前诶，哦，互恁看较引导，啊，莫惊啦吼，恁看尽量看迄边，吼，哦，因为看迄边是引导那边，哦，先生来。哦，看遮拢挑啊字尔，啊，无看到我无要紧，好无？没有看到我没关系，我们尽量让贤贤来，贤贤，看你哥，哎，谢谢大家哈，哎呀，来，来先跳舞哈，软应该塞，啊，哎呀，下会塞吗？下 OK 哦，啊，买手就因为国一的时候我读会大嘛，嗯，啊，买手国二、国三的时候因为厝的一寡状况，我转学去阮迄个阿哥遐读，啊，去遐读册安尼，啊，直到迄个高中才转来，哎呀。啊，因为其实我在求学过程当中就是拢一直在转学，问题安尼啊。哦。因为基本上我是拢甲阿妈生活了，对。哦。啊，要像，人你讲甲一年纪，你会有一个想法，因为毕竟像咱这个单亲家庭的囡仔，咱会想较济。嗯。比一般家庭的囡仔想法，佮有一寡社会经验、社会面啊，从啥，都比较早熟了，对。对。啊，所以要像就是，哦，出来做接触这个行业，因为其实中间我接触过的行业足济啊，包括哦餐厅、餐饮啊。啊，帮模水泥，你还做帮模，我唔信。哎，来老师说说，我拢买。哎，帮模，你们相信这么啊？这我都做帮模吗？相信的打星星。因为帮模春江的工课应该是我这款的在做的。我连你厝顶迄落白铁的工课嘛，我做。那这你也做过？啊，交通指挥嘛，我做过啊。哦，交通指挥。因为迄阵那是为靠家己赚钱嘛。哦，有影啦。就是家己选择嘛，咧。对啊。啊，买手就是因为拄了直播这部分，嗯，哦，啊，咱即摆讲任哥这部分，就是因为迄阵阵我伫哦人数还二三十个，哎，啊，我参任哥实在是因为讲，哎，迄阵阵人数二三十个嘛，啊，咱来写话题嘛，哎，买手我抓标题怕人数破百，哎，剃光头，啊，你真有破百吗？哎，讲任哥突破起来嘛，哦，啊，任哥突破起来个破百啊，哎呀，有帮我分享啊，哦，有帮你分享，因为跟我说咱一时无你敢分享啊，所以你有剃光头过？哎，刚才是因为破百掉，我有剃光头啊。真的假的啊？啊，剃剃掉，你这个相片够老的无？啊，想不想看贤贤之前剃光头的照片？有没有人可以私讯给我一下？哎，我很想看呢，啊，我很想看呢，哎，啊，被笑的是因为我任哥在讲，哎，问讲迄天
我下播我怎传相片的？嘿，啊伊可能我现啊，啊你上铁个嘛？嘿，我无啦，因为我伊刚你讲，啊要去你怎搞分享或者破包或者铁个嘛？我安尼食好啊，又算讲会搞做会搞。哎，啊个人就是因为安尼得到伊的赏识，然后问讲，啊看要来南部发展嘛，要来做工课，啊要直播。另创一个高峰，另外一条路我就去。啊，要出去干唔只？我来蓝，我来蓝亭是5月19号，迄天我是甲那个面试。嘿。啊，正常我迄天啦，正常开始上班的时候是六月一号。哦。啊，我迄天登岗来的时候，我就随做出。哦，这我捌听你讲啊。我来，我随做出。所以我有讲话讲，这个是做事业的坚持啦，哈。啊，个讲话讲，你要看，他是单亲家庭。又隔代教养，吼、哦，来讲讲阿公这方面啊，是迄落阿妈这方面，阿公来讲从小带大的，有时候心智上可能会比较成熟，也会比较想打拼，要安怎讲出来探亲，哦，所以有时候我讲阿公过去的种种，有时候是在历练我们的心智啊，是啊是啊，哦，过去种种都在历练咱的心智，跟咱的抗压力啦，哈，好、哦，所以讲也无简单啊，一个离乡背景的人，阿公讲要落来安南部。哦，因为我本身是南部人，哦，我讲南部是足热情的一个城市，哦，我相信台湾大位拢足热情啦，哦，不过要离乡背井，其实都有很大很大的勇气，哦，所以按个贤贤的勇气，刷一波爱心，他和贤贤好不好？刷一波爱心给贤贤，因为迄天无青头其中还报，迄天温热是较大声咧，迄天我热是我带温宝，嘿，甲温小弟，啊，温三个我。哦，你小弟冇对咧落来，嘿，落来生就随做主嘛。哦，我小弟先要人个生活，啊，是啊，你等个生活陪我囝。啊，因为我有听讲嘛，当然是你甲伫中华迄时阵，其实生活也不是很好过。主要就是咱因为这个家庭出事，对啊，当然这个家庭对我来讲是非常帮助些咯，因为让我较早体会到这社会一寡种情景的问题。嘿，对啊，因为其实我做迄阵做较早的时候，阮老爸留我一个观念嘛。你人安那批车，哦安那唱歌、玩个小牌，拢无要紧。重点袂使忘记了。对。所以我做禁忌也无。所以人咧讲，其实单亲家庭应该是容易变坏，其实我感觉无一定啦。这完全是。这我相信。一念之间的问题啊。对。我理解啊，那个选择你家己来定。对，因为我也常说啦，我也很早就出社会了。年轻，我少年，我讲完我嘛叛逆鬼。哦，五哥，其实我们多了一份比别人较坚持的心，对啊，安尼是要趁钱，是要来改变厝的家庭。哦，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家庭有负债，是要出来趁钱，要怎来改善厝的状况，改善家己的状况。哦，开始要讲离乡背井出来打拼啦，安尼。哦，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用访问式的来跟贤贤开杠呢？第一点，我们让你们多了解，其实每一位直播主。站在台面上的时候都是风光，但是他一定有很多你们不为人知的过去，这样好不好？哦，来，有没有什么想比较了解的？来，多开始你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听说，别说听说，这我亲眼看到，你在做直播的时候，前一两个月其实也没有真正赚很多钱。我青头刚来，在认购价的时候，因为他有好几个观点。要花侪钱，家己扛。哦，对。因为讲，若是要发底薪，要有底薪啥啦，互你一个月固定收入，一个月互你洗30,000，你就是永远扛领这30,000。对。啊，不能是你话，你是要改变你人生的，哦，人生的一个过去，过去就对啊。你家己人生你要家己选择嘛。所以变成讲是用卖花侪赚花侪，业绩制这种的，要赚花侪你家己决定啦。对。系啊系啊系啊。这是上健康的啊。我拄青头啦，所以我头一个月厝租了20,000。出租万二，领七千几块，啊，搁三个人爱食，对，所以无怪你拢食泡面食惯势，哦，不，哦，不时我看你吼，拢这个包包内底藏一包科学面，啊，哦，不时我真正看你包包内底藏一个科学面，规天无食饭就是食科学面，啊，好不好？来，再帮我分享一次，等一下，贤贤，我要上一支。哦，来啦！哦，等一下要上一支哦哦，我等一下抓最多分享者，记下来。哦，这支谈到一个成本，讲给您听。抓最多分享的人呢？哦，本身我跑直播台也是之前因咧卖拢卖超25,000，这家我咧卖13,000多。哦，左右哦 ，OK 哦，左右大概15,000左右了。差不多。好，来，有没有想再了解的？试问一下几个可以做的什么坐姿毯啊？啊，来，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哦，足侪人甲你问好诶呢。跟大家晚上好啊！哎，甲吼、哦、啊，帮贤贤多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帮贤贤多分享一下，好，好不？因为其实两个话话时间无个大机密啦，其实心内有真侪人，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讲。啊，主要就是中了一个心，先懵了。哈哈哈！情绪呢，紧张呢。他到现在还很紧张，他一紧张我就跟着紧张。哇，刘当时必须心跳。哈哈哈！来带我一看。我最近上播了，我心情很好。我无跟你讲，贤贤，因只有一天拢困两三点钟。啊，达到那要上播吼，要上台的时阵吼，他们就是吃牛樟汁啊、哦。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来。为什么我也很想要请贤贤来直播？因为我说过，这两个月的期间，他们不止没有收入，包括之前他们不管有赚的钱，可能有时候要花费一些有的没的、哦、包括贤贤较早说的厝的人的一些负债啦，自己之前的负债，自己的、哦、自己也有一些负债啊，料导导转正后，哇，个形容无工作，所以他那时候一直想找工作。我真正想要甲贤贤讲，讲贤贤无去卖乌烟钱乌链，这拢有想过，这拢有考虑范围以内、哦、包括无去塞乌波伊，上乌波，上乌波做熊猫，哦，爱款拢较临时，哦，先躲一下时间，哦，躲一下时间，过的时阵看怎么样的状况，有机会，我也希望，因为你的专长特色就是伫直播，对啦，因为这种其实，哦，包括甲出在线在线顶的。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其实有想过就是要去，包括我有去问过吼，之前遐一挂劳工界的朋友，好朋友啥，啊伊讲很热心，拢帮我一道这三工安尼。嗯，对。啊，像知我一届去，我去面试，我就甲头家问候。哎，我讲你是迄个想吗？讲这工作可能较无适合你啦。我讲因为职业不分贵贱就是安尼嘛。对对对。当中是爱生活，敢毋是？对。啊，尾手就是头家就是好几个人出来。嗯。啊，包括讲咱慢慢做先来困了，咱来感觉讲安尼，咱就。啊，要就中期尾嘛，敢像直播这块啊，啊，所以讲，请这部分吼，大家刷点的机会吼，最低也一个机会，谢谢大家哈。啊、哦，真正吼，贤贤，其实说真的啦，我逐个看伊直播，我嘛看到，安讲讲，你看伊安尼，去了啥？台面上吼，更精神足好呢，啊、哦。跟谢丽也一样，他们只要一下播，迄人叫咩，我看伊叫咩关系拢无去。哦、因为你直播他们又直播三四个小时，有时候耗的体力真的是很大很大、哦、来北拜哇我好出来吃一支粉呢我华联情一下我跟你说、哦、我先感谢一下好来那个一个我这阵子的事情他都算对我又都包括厝人做关系来吧这个道路啥老路哦老路哎呀晚上好就这阵嘛，即个哎呀，对于咱个代志做关心的哦，是哦，包括这两天，哎，对，伊有讲，包括迄个动作是毋是有新闻有报一个，就是迄个商业大楼，好，哎，哦，迄个商业大楼，迄个讲要即个让你出来开直播台啦，啥物做小天啦，做小天，这新闻我有看到啊。啊，佮包括这两天有讲有私讯的是厝人讲的是伊要又传伊的我，嘿，对，算传一条。穿一条裤子，一个炸弹哦，是讲买先可以用啊，可是咱无，这是咱做人环境。对，我至于我咧讲，我咧是为了这阿兄感谢。哦，这个真正会感谢，这真正会感谢。患难见真情是安尼。对，你人你咧好的时阵，对，你看袂出想是对好。对。可是，一旦啊像你落难的时阵啦，落魄的时阵，人落不如的时阵，你也知道朋友朋友。对有人就是历练就是这样，有经验是不长一智的，所以包括这阵啊，哦，咱的领悟很多，看清很多，包括我也要感谢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泡菜，哦，泡菜，那个好，哦，泡菜，人家没他也不会有，就是一道三缸的啦，啊，搁一个胖子，哦，胖子，哎，挂目镜胖子，挂目镜胖子，一道三缸，包括阮厝的人。对咱这件代志做关心，然后包括壮的，你好，我这个没啦，使好啊，没啦，重新找回自己，因为像你讲的这個。
因为毕竟咱讲一句坦白话，咱即马想新闻的物件，外口啦正常查查发生，你人会惊啦。对啊，其实咱袂使怪啦。这不能怪人家，我一直说，对，我一直讲吼，代志发生，为什么？我嘛甲先前讲都是好事情，为什么？当什么代志发生，我们去学习怎么去成长，好、哦，怎么去历练、啊。每一件的事情，其实都在磨练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只有一次比一次更成长跟茁壮。好、啊啊哦，啊好，按一缸一缸去大汉起来，哦、啊，因为没有人天生下来什么都会，哦，真的没都很多都是学来的。你要先跌倒才会、哦、才会学走路嘛。跌跌倒才会。我刚刚下几篇文章啊。大树哪被茁壮也是需要肥料。一点来灌溉，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咱就是爱一点学一点，包括即只猫拢是伫看册，对啊，就是伫看册上着，趁即个空档学习，啊对，各种情况，对啊，因为包括即种林格也就在请你们一定要看书嘛，是啊，其实看册是上好自我的成长，对啦，哦，啊你啊讲有时间讲诶册无咧看，有时候会多看一些文章，是啊、哦一些只要好的文章。按加加看，按加点能量，自然而然就会好运起来，好不好？来，先帮我打一波好运气，好不好？好运气、啊，先帮我打一波好运气。按迄落老老罗嘛，对不？对对对。哎呀哎呀，你老伫山顶，你才帮我下食斋，啊无你就哦老罗，哎，水粉粉粉粉，来，官方、哦、来。系啊，哦，老罗还在，哦，感谢你。哦，那有找到伊，帮我加你一个，哦，老罗，哦，这先前讲要送你的，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哎，讲患难见真情的时候，来讲路遥知马力，对对对，路遥见真情的时候嘞，哎呀，谢谢，感谢。好、哦，来这组关注，来帮我用过，帮你分享。好、哦，来，啊，等下我会使连续，我等下是讲最近的就是。难得啦，我一直说啦哈，难得显贤上来啦、嗯，我看他只要上到直播台，啊、哦，他的那个安国黑的。这个兴奋度，他的自信心又回来，是啊，哦，阿妈叹气时阵，我讲诶。我出来吃一家分的，当作无看到，哦，当成没看到，好不好？好哦，来，先生，好你。安尼，我等下我连续先掉300的。无，对啊啊啊啊！我紧，乌白送。我一直讲诶，你乌白送，我手表今日进足济，哦，我买很多，我跟你讲，我买过来百表，准备要你送的，好不好？好哦，来，先生。安尼，我话对了。话你，话你。是感性的，再加我考咩咯？来来来。来来来，这表跟什么？开工。哦，因为其实我真正是爱感谢哦，即阵啊发生哦，即个代志从啥个哦，啊包括讲一路上包括看我发文的赖先生嘛，对无？啊，大家若无去啊，会使追踪我的哦个人脸书哦。啊，其实像我咧讲个最简单，人咧讲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的是安尼啦。哦，啊包括讲这一阵子有在私讯我的朋友，其实我拢一直藏在心内哦，像陈义书记啊，伊刚去帮我点一个公屏顶，啊，体记啊。是啊，迄个你送一个物件好，就真正加一个，是较贵个，你加较上山啊，系啦，啊，迄个啊，只只只只只，迄个，只啊，你若伫，只啊，你若伫山顶吼，即个陈义祖啦，陈义祖，即个只啊，你昨摆去帮我点一个光明灯，哎，啊，只啊，你若伫山顶，你若无去遐，你啊只只送你，哎呀，啊，满天星玫瑰金的女表送你，你若无去遐，我送你，好，谢谢你哈，啊，因为即阵啊，其实。领悟很多啦，啊嘛真正感谢，搁较阿讲嘛是感谢，吼、哦、咱在山顶遮朋友，搁有包括吼庄、哦、总，还有一些兄弟姐妹，大家对我的支持甲照顾，感谢大家关心，吼、哦、谢谢大家吼。哦